兄弟羁绊。谁更帅？这两兄弟谁更帅？兄弟们，感觉亚索好像是帅点啊。这刀，哎，兄弟不能再跳了，人来了。颠了个啥？水杯？这谁颠的阵眼？这盘对面下路是狼人，我们可以放线，放线回来好杀他们。这拿钱我还没看，漏一个。哦，这个 Q 吃的很难受。他们的嚣张只是一时的，啊，好痛！细节卡线，按 S， 你看，测，测测测，看到没？耐，很耐。很多、好少。直接攻速写。这对面结束了，双点燃，这血都回不上来的，就砍就完事儿了。他们这个线还要被我们扣，可以操作。AD 没闪，快跑！
不是我们打野能拿呀，什么意思啊？不怕的吗？撤。帅哦！哦吼，起飞！好好好，这 AD 啊，这韦恩啊，兄弟们，这韦恩已经没了。这盘这韦恩会很痛苦。我回去这个装备六级直接打他就没了，他没闪，我们是双点燃，下一波我又有点燃了。红尘作伴，我的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。放线，他们在推。这有野，哎，感觉可以上了。我靠，弄了两个刀，直接死了吧！我操！哎，我没接大。哎，我不想，不是，我感觉打不死他，你们知道吗？哎，早知道直接一的接大了，是不是他就死了？这波是什么鬼啊？要不算了吧，别搞了。哎，感觉有点问题啊，这波。兄弟们，这波有问题啊！这两个都死了，不是感觉有问题啊？这波直接走应该，白送两个。哇，什么意思啊？好凶！一换一了。这沙皇没大没闪，这波我单杀他。完了。沙
抓黄去中了，我来 A 他。这还有眼，可惜。下路我们其实现在可以不跟他们打，感觉他们要来人呢。这波不能再送了，我还是一个有赏金的吧？没有，我二杠一凭什么没赏金啊？哎，这一盘好像不妙啊，这一盘对面的沙皇又飞起来了，我们的中路这波没杀起来，有点难受啊。我操，我为什么一直按距离不够，有点可惜，混没混到。哦，好痛！索拉卡在后面，这盘还是得发育，出个无尽砍他们，把这个吃了。砍兰博去，走，搞他！把中路线推了去越他。推上，推上，推上。天哪，完了呀，奥恩没大，哎，奥恩现在有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全完了，兄弟全完了呀，嗨，出大问题，嗨，出大问题，杀一个吧，先杀，还行，看一下我们永恩什么装备，我弟弟的装备不行啊，不对，这个是我哥哥还是我弟弟啊，我不管是哥哥还是弟弟，但是人头都得是锁子的，两个人在这吹，你看得清是谁的吹吗？哦，
他什么意思啊？他在卖。哇，挺骚的感觉，他们这么杀人。打断了吗？没有。这波没维恩啊，也没大招啊，对面。不过我们也没，好像守不住。高，哦，好高！哎，可以打。哇，沙皇这个大完了，我们的中单被秒了，但是有大了。哇哇哇哇，黄鸡没打。哎呦，我完蛋了。不妙，兄弟们！这波黄鸡这个塔好给力啊，没这个塔对面全死了。不能送了，不能再送了。155刀。吃一下。我也没闪了，哦，这个没闪了，索拉卡没闪，我这波大招全没了，撤了。别跑呀，过来 battle。 哎，不是，我感觉我的攻速慢啊，慢是真慢，是 A 不出来，感觉我无尽了。这盘死五我也得出，我不出了，我直接出肉，出这个叫啥的，这玩意儿难盾。OK。哇，我们的奥恩才十级，他啥时候能给我打造一下我的无尽之刃？他也无尽了，哇，我们现在双无尽最强一波，他也是百分百吧，对。一样的机制，认真的看见每个情话都是一点。来波五 v 五抱团，
早上不用大了。哇，我这波伤害爆高，兄弟。在打大龙没有？我靠！哇，难受啊，宝贝儿，这只狼可真凶啊，真凶啊！哎，我这波有大就好了，可惜了，刚刚把大用掉了。跑好快，跑了好快啊！800块，我得肉一点，你们看，真得肉一点。我肉一点，我就有输出。只要能肉，别搞啊！我靠，没接到大，刚刚我靠，吹了4个。哎，吹起来了！完了呀，永恩没伤害，没技能呢，坏了！我想先砍死那个黄鸡的，没注意到后面，说实话，我不敢接后面，可惜了。哇，他们这样子开团，我们都打不过，挺骚的，我感觉这波应该能打赢的。我们这盘这个中路好像不好砍人，对面这个阵容，看他两波都挺难受的。在打大龙吗？对面？我靠，不会吧？小龙也要，大龙也要吗？你们也太过分了！搞他们！我操！哦，有大吗？没大。冲啊！这还不冲啊！全杀、啊！好像也不怎么赚。当当当当当当。他能13级了不？哇，没到！嘿嘿，这波维恩有闪，两件套，香的。哇，我们的打野都出中亚了。如果这世界我也可以忘记，哎，别带了吧，要不直接来团吧，搞一波，开波过。都是吹。操、哦！为什么我吹完以后出不来，他能出啊？我就不服了。哎呀，打不过了呀！哎，这种位置很尴尬，你们知道吗？这种位置有点难，不知道该不该接大，就关键是打不死这索拉卡，猛奶。
位置太差了，这南博一个大，还行吧，他们也推不了高地啊。来了，还想推啊？哇，完了兄弟，哎，完了，不妙。不是我怎么又送了呀？有问题。说实话，他们这个狼有点猛吧？这个狼有点克我们双的那个割地脸儿。给我手都打出汗呢，不是我今天怎么回事啊，连个晋级赛都开不起来了，照这么下去。我这盘出蓝盾都没用，这边没有一个暴击的。谁的心啊，孤单的牛头。你过来，兄弟们，他过来，他包死。哎，跑跑，哎。说你死你就得死，哎，他想跑，姐姐。